白巡长，您您这是走上我家坐坐去。不不，齐先生，我不进去了。谁呀？我呀。哦哟，快进。齐先生，齐先生，我可不是冲着你的。是是是，我是冲着日本人呐。齐先生，我老实巴交一辈子，我从没仗着我当巡警欺压过百姓，我干一辈子巡警，我没攒下一个子儿啊，我忍气吞声看着这份差事，可今儿个他们把我给撤了。白院长，您小点声。我要杀了丁元汉，我要宰他几个日本人。您快赶快上屋里吧。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我豁出去了。齐先生，我没法活了。他们不让我好死，我也不能让他们好活着。孙子，哎，来来来来，你瞧爷爷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了啊？给我，慢点，老爷给我，慢点慢点慢点，上屋里吃去啊！哎。爸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哟，开，哎，慢点，等一会儿，来，爸，您瞧，先尝尝。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可自个儿吃供和面，喝茶叶沫，倒真舍得花钱买这么多好东西给他。一个孩子家能吃出什么好来呀？哎，那不是买的，是日本朋友送的。日本朋友？哎，日本朋友。您怎么，丫头，你们妇道人家不懂。如今咱们也是有产业的人了，现在正闹共产党。共产党那是专门供人家产的。哼，横是日本人不他妈共产。我不管谁供谁的产，我就知道钱勇的爸是让日本人打死的，钱勇的奶奶也是，您的亲家。您的亲家钱默吟老先生如今过得怎么样啊？不要害怕嘛，我们是老朋友了啊。我想钱默吟老先生也会和我们成为老朋友的，啊！只是嘛，我们久已没有来往了。真的吗？那您为什么还替他养着孙子呢？我希望钱老先生能与我们合作，没有别的意思嘛？啊，他，我想，他
不在人世了吧？你们既然没有来往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在人世呢？我想您是能为我们辛苦辛苦的，啊。我真是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啊。那么你总该知道，你的三所房产都是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才得到的。嗯，还有你的外孙，对，你的掌上明珠，那是很可爱的。嗯，哟，这么大了，您怎么还？您给我吧。哟，您没喝呀？来，找妈妈来啊，咱们屋里睡去啊。哎，那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公公现在住在哪儿啊？多少年没信儿了，您怎么想起？我有些事儿总得和他商量商量啊。哦，哎，陈野球这小子横是有两年没露面了吧，要不然他准知道。哎，要不您问问齐先生去，他爷爷跟齐家最好这个人，你抢走啊！你什么人都有，跟您说吧。算了算了，你拿着吃吧，我不要了。哎，啊！一看你碰着下三滥玩意儿，陈先生，您怎么落到齐先生？走您的吧，我呀。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罢了。哎，别闹！哎，别闹嘛！孩子们呢？你家的八个孩子，大的、二的刚刚挣钱，二话没说离开了北平。不但知恩不报啊，还恨我，恨我出卖了灵魂。连自个儿的孩子都看不起我这个当爸爸的喽。您瞧，我抢您的东西用不着道歉，我知道您能原谅我这个快死的人了。哎，您不能就这么着等死啊。也许啊，就是明天我呀就躺在大街上，让人家用大汽车给我拉走，往城外头那么一扔，我也不指望把我埋在祖坟里了。我对不起祖宗哦。
我说怎么三爷您上哪儿？您这是啊？在哪儿啊？哈德门。哈德门。哎，齐先生，金三爷，哎，这是钱先生的孙子吧？长得挺不错的。走，上我们家坐坐去。我爷爷总想见见这孩子呢。不急了，我不乐意进小羊圈。齐先生，您知道我那呆亲家他在哪儿吧？钱先生，我没碰见过他。金三爷，钱少奶奶挺好的吧？我到处找他爷爷，就是找不着啊。您找他干什么？瞧您说的，我们是亲家，您准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们是亲家，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知道也不能说。老大，他这么些年都不打听钱先生，怎么这一会儿是不是也要当冠晓荷？老大呀，往后你躲着点金三爷，别瞧谁跟谁是亲家。瞧你这小脏手，嗯，又干什么去了？你说这齐家跟你公公又那么要好，可这位齐先生守口如瓶，这个人我琢磨着，他越是不说，他准知道。依我说呀，齐先生不告诉您，您就别瞎琢磨了。哦哦，来了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几天，日轩，今儿这事儿，我这么琢磨着呀，你可不能直接找钱生去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明儿我去交稿。先跟和尚商量商量。大碗汤。哎，大碗汤。来来来，喝碗茶吧。拿这个来，喝碗茶吧。这个，哎呀，这茶。你来放心点吧。冰糖。来，大虫子呀。够呛了，这天儿很小，这不是人多快，这老爷儿都快吓死了。啊，虫子呀，何来我买？啊，山那年是金子啊。烟卷儿，进饭厅。烟卷儿，卖烟卷儿的。哎呀，二哥，还接个火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这儿啊。
走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怎么这什么破烂玩意儿？阿弥陀佛。这谁东西？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，这些。啊？什么？住着一个穷要饭的，是一个可怜的人。破玩意儿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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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走走到那边来。阿弥陀佛。没走着。您坐着，您坐着。喝了一碗，先喝着，先喝着。哎，你好。有什么？钱。钱？走，钱抓就是你。啊？怎么走？干什么？怎么走？走。明月师兄，茶饭之恩，来世相报了。吃一点吧。是了，走了，钱先生又让他们给抓走了。啊，咱们老三呢？是啊，他们没抓和尚，就是为了让咱们的人再往庙里边闯。哟，无论是谁，一定会暴露啊。哎，要不我去一趟，我假装给孩子求个签。你啊，我行。不行不行，你也是齐家人呢。我去找白巡长。哟，这不是金三爷吗？怎么着？您是？我姓白呀，白巡长。我们家就在小羊圈那边住啊。哦，哈哈，怎么样，混得不错吧？怎么样，想求个签呢？怎么还不进庙啊？嗨，甭提了，我那亲家叫人给逮去了。钱先生啊，在哪儿逮去的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嗨，听日本人说的，这回啊，我算是造了孽了。为了保住我那点产业，好让我的闺女和外孙子有口吃的，我呀，哎，我跟日本人攀了交情，可结果呢，我就在庙门口张望了一下，
他们就偷偷的摸了进去，把他给……那您还蹲在这儿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？我呀，想求个人把他给救出来呀。那您打算怎么救呢？我呀，带了钱来，我在这门口转悠了一阵儿，我想求个人把他给赎出来。钱不够，我可以卖房子，我舍得花钱。钱房子那算不了什么，不管有多大的难处，我要跟亲家见一面，我告诉他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。我知道，我跟他一说，他明白了，他一定能饶了我。哎，要是他们把他打死了，我就是躺在棺材里，我也得不到消停啊。帮帮兄弟忙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哟，您这是怎么说的？您这是怎么说的？您这是怎么说的？哎，您说这儿有他的朋友吗？是他的朋友，日本人还能不抓？再者说了，钱先生给抓起来了，您打听谁是他的朋友，谁能认这个账？说的是啊。哎，那这么着吧，我这差事不是丢了吗？我打算到庙里求个签，我帮您打听打听，万一我也给抓起来，您可得给我们家送个信儿去。不成，这老娘们没遇过事儿，遇上事儿就会哭啊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您到小羊圈去一趟，跟齐先生说一声，他那人挺热心的，我要是抓不起来，您可别盯着我，您走您的，明儿个我给您一准信儿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啊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哎，您等等啊。哎，这干什么？哎，不，这这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不行，您拿着，这可不行。您要是不要，我就是狗娘养的。这。哎，您这是为我亲家办事儿，我还能叫您自个儿掏钱买吃的吗？啊，这你个……哎，谢谢了。哎，难道我这差事就算丢定了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白巡长，还得求您再辛苦一趟。嗨，齐先生，
您这是怎么说的？连我这条命都是您给捡来的，哪谈得到辛苦？您说吧，上哪儿？麻烦您上西岩去一趟，告诉瑞全，让他们的人千万别再到小庙去了。哎，在哪儿啊？这是地址。您可得搁在心里头记住。行了，您放心吧。那金三爷那儿我怎么答复？这不，他给我的钱。爸爸，爹妞乖，爹妞不让爸买好吃的。妞妞。好孩子，那钱爸爸有大用处，等爸爸有了钱一定给你买好多的好吃的啊。妞妞，好孩子，白爷爷这儿有钱，你等着，爷爷给你买吃的去啊。白巡长，这钱上说钱先生下大狱了，现在还没有受刑，你拿这笔钱雇辆车，把钱少奶奶和孩子赶快送到乡下去吧，这件事儿也得快办。那孩子都饿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快去吧。孩子上哪儿去了？你说话呀。他说是出去买点零嘴儿。那后来呢？出去了半天没回来。你干嘛让他一个人出去啊？我以为他在大门里头玩呢，过了一会儿我有点不放心啊，我上街去找了，没有。这么点的孩子该不能犯抗日的罪过吧？哦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准是让日本人偷去了。啊，日本人拍花子。是，准是他爷爷什么都不说，日本人把孩子闹去，让孩子挨打受刑，他爷爷再硬的心肠也得说，不然就把孩子大人都折磨死。哼，你倒好，跟日本人交朋友绝了钱家的后。哎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你拦住他，哎，你拦住他，哎，别让他出去。去，
哎呀，哎，嘿嘿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孩子丢了啊！哎呀，月轩，丁先来了。哎，林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闲溜溜。哎，这老德国，还真叫大英帝国给战败了，无条件投降了，真有个意思。您说，要是日本人也战败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北平所有的日本人都杀了呢？啊？我大小也是个里长啊，我要不给一号、三号那些人点颜色看看，哼，才怪呢。齐先生，您可是知道的，我可压根儿就是英国府的人呐，啊，富善先生回来呀，我还回去去伺候他老人家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？你还有事儿吗？啊，哎，齐先生，钱先生又下大狱了，田先生。哎呦，好些年没见着了，他又犯了什么罪呢？啊，丁先生，您是打哪儿知道的？哎呦，您还蒙在鼓里呢。街上都嚷嚷遍了，打着大锣贴贴说是找孩子，说是钱先生被捕了，孩子也丢了。哎呦，孩子，别哭啊！不要哭啊！乖，不要哭，孩子啊！不要哭，不哭啊！媳妇儿干嘛？点灯说话，吹灯做小勇，小勇，风雷，风雷，儿子，小勇，梳小辫儿。少奶奶，您回去吧，别在街上招着人。梳小辫儿，点灯。少儿，谁看个小男孩？
谁看一个小男孩？谁看一个小男孩？小小子儿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洗，要媳妇儿，要媳妇儿干嘛？有旧衣裳我买，请过来。你这个座钟要吗？我家里还有缝纫机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哎，这个座钟要吗？哎，啊，请。哎，好，请。哎，好好。齐先生，您留神到没有？这一天到晚也不知道碰见多少几找我卖东西的。这么说，日本人是真的要完了。他们忙着卖东西，必定是想兑点现钱，好回日本去啊。齐先生，您留神到没有？打从德国投了降，这日本人就改了样，直冲咱们鞠躬陪笑。您瞧，三号那大门老关着，就好像怕谁进去啊，把他们给宰了似的。今天先生，我是永远效忠皇军的。晓得的。你在重病期间还想着皇军万岁，牛教授很坏，四通八路。我们是真正的朋友，欢迎你到日本的本土去考察参观。嗨，啊，哎，您慢走。你是拍花子的。